如果不是我亲眼目睹，我真不会相信女友正准备栽赃我。你为什么站在外面不进去啊？啊，上去吧。我看你到底要搞什么幺蛾子。回家洗个澡先。哎，这什么呀？这是要开始表演了。什么东西啊？这不是穿过的袜子吗？我知道这是袜子，我说这是谁的？这不是你的吗？怎么可能是我的？我都不喜欢这个车，都没坐过几次，根本不可能有东西掉车上。那是我记错了？不可能呀。闻什么呀？我刚刚都闻过了，这肯定不是我的。为啥你闻过了就说不是你的？你别管为什么，反正现在不该睡在你车上女用品出现。你是说你还拉过其他的女生？不是，我为什么拉过其他的女生？不说她是谁没关系，反正她坐过，这个车都脏了，我不要了。嗯，有她没我，有我没她。啊，原来是想换车啊。那我把这个车卖了，你上下班怎么办？坐公交？怎么听着你就想换辆车呢？你这个意思？现在重要的是这个吗？重要的是你要给我解释清楚啊！这个袜子是谁的？你们干的什么？不是，哎，这个从哪来的不得问你吗？我怎么知道是哪来的呀？你怎么会不知道呢？我不知道啊！但这个就是你的呀！你看，为他去皮啊！这不是我，你不要以为你胡搅蛮缠就可以问我。今天你要不是解释清楚，要不我就别睡了你。不是，行行，我解释好不好？那你看这个可不可以解释清楚啊？现在知道承认了，怎么不是你的？我要回去穿给你看吗？当我看到人放屁的等等女友，先坐会儿吧，待会儿再出去。好戏来了，好猛了！不是我吧？还不是你？这下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。等会儿吃什么呀？你想好了没？啤酒鸡，我们不是好久都没吃那边的小龙虾。没开二度，气氛开始尴尬。我们肚子不舒服呢，就吃点药不好吗？不是我，哎，是你也没关系啦，想屁不臭嘛，是不是？不出去了，我们就在家玩吧。不过，家不是我，你给我解释。你以为这就完了？挑战继续。你们放心，这次我绝对不会再。太夸张了吧！就是都没有味道。本来就是嘛，一个仙女放屁都是香的，好不好？脸不会红吗？满个厘米。你也太过分了！你要不去上个厕所吧，我们可以等你的，好不好？哎，你去吗？你现在可以去洗手间了吗？我说的不是我。都这么臭了，还不是你呢？啊，不是你，不是。天有不测风云，我肚子好像真的吃坏了。电梯怎么还没到呢？终于快到了。不好意思啊，我对不起，是我放的。世俗总要男人无惧无畏。挑战在丈母娘面前给女友发羞羞信息。嗯，比如你电话好像响了，有人找你吧？毫无防备，接收到了信息，假装起身，疯狂拒绝。哎，打完视频哪有可以发信息的？没有，就刚刚来了垃圾短信。是你做错了。干嘛？垃圾差点看见了。阿姨看见就看见呗，又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。再说今天晚上我就说，哎、你别说了。怎么了嘛？哎呀，老夫老妻了，没事了。你求你了。啊咂嘴是什么意思啊？这我忍不了。比如你没看见我给你发的吗？我看见了呀，你不是一直想要吗？是不是这个呀？但是我不是说的这个呀。啊，那你到底想说什么呀？哎，我哎，算了，没什么了。那我先蹭一下。你真的是。啊，阿姨，你说啥？我说你夫妻连得不吵。啊，谢谢啊。造孽！全都是我的夫妻啊！我发给你看一下。你把什么东西发给别人了？没有啊。不是，你不会把我刚才放的照片发给别人了吧？是。你为什么要发给其他人啊？你继续努力嘛。
吃饭时和女友闺蜜坐在一起。你干嘛坐呀？哦，好。啊，我吃饭不是一直坐你对面的吗？我坐过去了，我怎么给你夹菜啊？再说，我喜欢和美女坐在一起啊。啊，你怎么了？哎呦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开玩笑的了。那个，要不然我坐过去吧。啊，这啊也行。你觉得挤吗？我觉得还好吧，没有什么特别挤的呀。你不坐吧，我过去坐。你又在干嘛？哎，莹莹，不好意思啊，他吃饭就是这样，喜欢玩手机。啊，行，哎呀，不要这样嘛，我夹东西给你吃啊，来，莹莹。啊？啊什么？来，张嘴。挑战继续。你水还喝吗？再给你倒点。哎，没事儿。那我喝不喝？啊，你要喝吗？我这杯给你吧。哎呀，不用，你要喝是不是？那自己倒啊。行啊，你了不起。我咋了呀？懂了吗？哎，我帮你弄吧。哎，谢谢谢谢。说什么呢？一家人说什么两家话呀？对不起。啊？哎。哎，你坐着干嘛？去追呀、啊！啊，这啊什么啊？快去呀、啊！啊碧罗，出来干嘛呀？你陪你的新欢呀、啊？不是不是，我刚刚是演的啦，真的，我就是演的。江宇，你们两个好好说，那个单子已经买了，对吧？你看，这样，你口红钱省下来，你们要不要买嘛？挑战对女友的态度，打败女友。回来，碧罗，抱抱。毫无反应。懂了，现在就是对我不耐烦了呗。怎么？你现在回来都不抱抱我了？我拿着东西啊，我是不是应该先把东西放下，再过来抱抱？啊，你的意思就是我没有东西重要呗？你是不是有病啊，对，我有病，我有病，行了吧？他猛了，好好好，别动我，离我远点，抱一下嘛。哎呀，离我远点。轻松拿捏，别笑，严肃一点。你老实交代，今天跟谁出去了？去什么地方了？去干嘛了？不是，你怎么天天就和你那些狐朋狗友的闺蜜在一起呢？我怎么就没有呢？你能不能别这么敏感呀、啊？谁还没几个异性朋友啊？异性朋友啊，现在还学会撒谎了啊？哎，你出去买了什么东西啊？你告诉我。没买啥呀，就逛了会馆。你现在出去这么久，就不给我带个礼物回来呗？哎，我觉得乔碧罗你变了，你现在一点都不爱我。哎哎，什么呀？你这个态度是对我很不耐烦了，现在就这么没耐心啊？不是，你离我远点，我现在看见你就烦。说，你看吃吗？啊，我哪有资格吃嘛？你吃嘛？你看你都吃到最后了才想起我，谁稀罕呀？哎呀！不是你干嘛？嗯，不吃。嗯，不吃。我不是刘德华，不给你唱忘青春。